上回我们说到青木脑海中渐渐有了白洁的神识，而红日也被景昭残忍杀害。回到青池宫后，天启与青木便对后池展开猛烈追爱，知道什么叫做团宠吗？或许这就是拥有仙界与妖界上神宠爱的样子吧。但即便天启已经将自己妖界的令羽送给后池，可依旧抵挡不住青木的长寿面和深情告白。人家赢在了60000年前的起跑线上，两人最后在北海甜蜜开启恋爱篇章。下面带大家进入千古绝尘第25集到26集。天启自知后池选择了青木，这结果与60000年前亦是如出一辙，于是他便选择退让，回到妖界先行准备好对付无患的事项，毕竟如今自己的身份已然被无患知晓。而天宫这边，目光也知道青木与后池十分亲密，如今无患却要强行让景昭与青木在一起，于是便劝导无患放弃此事。可无患见目光也不支持自己，随即便提起目光的愿望，也就是太仓神枪的事情。如今青木背负太仓神枪，唯有让他为天宫效命才能夺来。目光听后无奈地默认。这边景剑带着一众天兵来到青池宫，凤染见此直接拦下众人，只允许景剑一人进入。随后景剑与凤染和后池围坐而谈，却只口不提要找青木的事情。凤染为此十分不满，不过后池在得知是无患交代的事情，顿时失去了兴趣。之后青木也来到这里，凤染便与后池先行离开。景剑向青木道明来意，而后池则在不远处偷听。思虑过后，青木还是决定去到天宫退掉婚事。后池虽然同意青木前去天宫，可依旧出于担忧，便嘱咐青木万事都要与目光讲道理，一切还有青池宫这边在。这话让人听着总觉得后池是不是与青木调换身份了，竟如此霸气。随后便目送青木与景剑离开青池宫。画面一转，天启找来森简谈论事情，他吩咐森简将渊林沼泽里的三首火龙放出，便给了他一缕自己从紫月身上提取的清纯神力，这样便能让三首火龙飞升上神，既可以解决无患这个麻烦，又能威胁到仙界。画面一转，青木来到天宫拜见天后无患，他直接了当地说出自己对景昭的感情，只是将其当作妹妹。然而无患在得知他的态度后，非但没有斥责，也没有强迫，只是让青木回去再考虑考虑，这不禁让青木十分不解。这就是传说中暴风雨前的宁静吧。随后便找到景剑谈论此事，两人谈论之后，青木直言想要将太仓神枪赠于无患，那样便能省去许多麻烦。可景剑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此事还有回旋的余地，赠送神枪这样的事情还是缓缓再说。随后景剑便辞别青木，可却遇上了自己的妹妹景昭。景昭对着他一阵追问，到底为何青木不喜欢自己，这才得知原来青木早已心许后池。景昭顿时感到气恼不已，嚷嚷着要找后池秋后算账，这让景剑顿时也感到无比的郁闷。这一边后池在青池宫里，因为担心青木的安危而感到忧愁不已。凤然与长雀见此便前来逗乐后池，可他好不容易有些笑意，此时景昭却突然来到青池宫大喊大叫。后池本就厌烦此人，现下更想要前去教训一番，还好凤染及时劝阻住。于是后池思虑过后，还是换上一身华衣前来接见景昭。然而景昭大闹之后，迫于后池的神位比自己上等，便不好多加顶撞，加上那日天雷的经历，他直接了当地表示青木已经与自己订婚。他所带来的丫鬟更是直言北海上君只是不愿破坏两宫的关系才不说。景昭本以为后池会知难而退，却没想到他却再次以天雷的事情威胁自己，最终只是灰头土脸地离开青池宫。看来与神君一比，景昭的肆意妄为瞬间没了气场。森简来到渊林沼泽见三首火龙，正当他准备将清纯之力交给对方的时候，却突然收回，再次叮嘱三首火龙要谨言慎行，在还没有晋升上神之前万万不可冲动行事。三首火龙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。与此同时，天宫的景阳来到这里，三首火龙本想冲动地前去教训一番，却被森简当即劝阻。不过就在他离开后，三首火龙回想往事，瞬间又气恼不已，便直接想要去找到景阳，让其知道自己的厉害，全然忘记刚刚森简交代的事情。这样的记性终归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由于景阳消失一夜，目光便召集众神前来商讨此事。景剑却忽然萌生一计，向天帝推崇让青木前去营救，而青木身上恰好有神枪，于是天帝也答应下来。不过青木却要求天帝答应他一个条件，目光思索过后也应允下来。所谓何事，其实目光心中也若有所思。这一边后池仍然为青木担忧不已，在得知他有机会退婚时顿时感到欣喜。这时凤然表示
自己打听到了百玄的下落，于是二人便决定前往渊灵沼泽。而此时青木与景剑也恰好来到此地，四人当即遇见，只不过凤然与后池并未发现青木二人。正当青木想要上前面见后池的时候，却被景剑当即拦下，他忽然心生一计。景剑伴侣没有一个，不过鬼点子倒是不少，只见景剑忽然出现，直言青木被妖群包围，让凤然与自己前去支援，而借口后池灵力低落，只要留在原地。他们离开后，青木便来到此处，故意吓唬后池一番，但竟惹得心上人生气，也就好在青木生的俊俏，没多久便哄好后池，两人在这荒凉之地再次久别相拥，那一对甜蜜相拥。而景剑和凤然拌嘴过后，他便跟着凤然前去祭拜之前保护凤然的老树妖。虽然景剑并不知道树妖所谓何方人物，但听着凤然对此妖君的赞美来看，他便好奇地询问起来。凤然随即便说起自己自幼遭到抛弃，因为森云与景阳的大战还导致此处伤亡众多，而老树妖正是为保护自己而惨死，所以凤然也对森云以及景阳恨之入骨，巴不得将二人杀害为老树妖报仇。景剑听后也十分心疼凤然的遭遇，随即便表示愿意用自己的性命为兄长弥补过错，但凤然即便厌恶天宫也不会错杀无辜，这也是凤然的忧处。虽然景阳做错了事情，但他却没有迁怒于景剑。另一边，青木将自己退婚的办法告诉后池，后池听后顿时为难，随即便将凤然与景阳的杀亲之仇说出。青木听后顿时惊讶，只好再想想还有无更好的办法。然而此时三手火龙的手下前来将二人带回洞中，谁知青木一见到景阳便对其一阵虐打，几个小妖只好去禀告三手火龙，随即青木便放下景阳，没想到反而遭到景阳的嘲讽。后池不愿解救此人，正想带着青木离开，却发现门早已被火龙设下结界，于是后池便想到一个办法将火龙引来，此法便是利用景招而引来雷劫。不得不说后池这招确实够损，可对待这种人就是量身定制。三手火龙见到洞中出现雷劫，返回一看竟是被后池与青木欺骗，便想将二人灵力吸光助自己上升。另一边，景剑发现凤然正是当年救自己的恩人，正当他想要询问的时候，天空却忽然出现天雷，这道雷来的还真是不凑巧。凤然当即便认定是后池有危险，两人只好飞奔前去三手火龙洞中。凤然这也才得知景剑来到渊林沼泽的真实目的，原来是为了营救景阳，但他也不会放过杀害景阳机会。不过景剑毕竟是景阳的弟弟，自然不愿看着兄长被杀害，于是对凤染进行阻扰。而青木与后池知道凤染的仇恨，所以并不阻拦，但凤染思虑过后还是决定为大局着想。三手火龙见凤染不愿杀害景阳，顿时觉得此人留着没用，便想将几人一同杀害，可与此同时他的雷劫却正好到来，于是他便无暇顾及这几人。然而后池担心他进神后会残害众人，所以当即让青木等人上前阻拦。三手火龙被破坏了进神，顿时恼怒不已，于是凤染便带着几人来到天启当年布下的阵法避难，不过此处仍有余威残留，好在青木带着神枪抵挡住这些。过后景阳见景剑与凤染如此亲密，便讽刺凤染不要痴心妄想，这顿时惹恼凤染，他直言今日放过景阳无非是看在后池与青木面子上，他日定会取其性命。霸气的凤然果然是震慑全场，景阳这番也真是没事找事。不过后池此时看见月迷的石像，却忽然觉得有丝熟悉，又仿佛听到月迷正在呼唤着上古的名讳，而后池竟不自觉地去握住月迷的手，脑海中顿时浮现出60000年前他与月迷玩闹的场景，心中不禁感到疑惑。两眼相望之人此时却无法相认，这真是最悲伤的事情。画面一转，三手火龙发现几人仍旧存活，于是便发疯似的要杀害众人。青木随即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神枪打退火龙，青木本不想带景阳回去复命，可凤染却表示一切都等二人婚事定下再报仇不迟。而后池也由于担心天宫做事不妥，便表示一定要同青木前去，于是一行人便一同前往天宫。这一边森简得知火龙失败，心中顿时气愤不已，不过在得知青木中了火龙的龙息时，心中倒也有丝暗喜，随即交代火龙不能将今日之事告知天启。青木顺利将景阳带回天宫，木光会遵守一开始的承诺答应青木的条件吗？而他又是否真的就会死于火龙给他下的龙息？天启又会不会知道这件事情？老规矩，点赞转发，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。